来换个代币好了，不能换的，我以为可以换。干嘛？看什么看啊？啊，昆虫博士，看屁哦！画啥？我要跟你的朋友决斗，我要找你想找人对决。好、哦，第一个对手，好、哦，最近有个刚好开始玩的，来来来来，志宏，哇，志宏长得怎么跟那个什么一模一样哦？志宏不可以这么说啦，大家和路一起玩啦。哇，志宏很屌啊，政权图集的牺牲品吧。好、哦，我想用这个哦。你看他的泳衣是瓢虫状的，哎，好可爱哦！哇、哦，好想要把那只瓢虫抓起来养哦。技巧100，感觉还是这个强一点的。没得选了、啊，我就做这几个而已。啊！さあ始めるぞ。遊んであげるよ。我的布比较厉害，不，你这好丑、哦。我们等一下换那个另外一个好了。虽然说它的属性没那么好，但是好像比较好看一点。我用那个瓢虫，哇！青鸡蜻蜓，哇，这太大了吧！我绝对不能让它政权突击到啊，会死啊！绝不让他出石头，他出石头太强了。哼，我就知道你要使用政权突击，你当我是北西吗？啊，中啦！打中啦，太完美啦！我觉得他等等应该会出剪刀。哼！哇，他又是用石头，完蛋了，我们是又要向上。哦，好像猜到赢为止哎！哦，我又赢了啊！这个臭小孩只会用政权突袭，跟超级棒！哦，想赢我，轻轻松松啊！昆虫谚语是叫“巨蚊成雷”，就是说蚊子虽小，聚起来被人打死了，叫做“巨蚊成雷”。他没有告诉我他出什么吧？他没有告诉我是什么？我察觉到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志宏你啊，就只会选择擅长的招式而已。对嘛？哼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没错，你以为那招很强就是用，连我都知道好吗？哎呀，不要难过啊，志宏，下次你什么都出出看，就会很厉害的。没错，我会成为一个高明的母虫王者。那你要给我东西吗？不是应该要送我东西吗？哎，为什么我赢了他没送我东西？他应该要送我个卡片之类的。大叔，这是在庆祝你母巢第一次胜利。哇，巨人回旋摔，好猛哦！我们又得到经验值了，来来，我要再来打下一个，找人对战，请新人介绍新的对战对手。最近有个女生陷入低潮，希望能让她恢复精神。不对，是
那个阿惹瑶应该是夏文成雷施你作群鹤悟空，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，果然鹤也。昂首观之，相位之将，又留文于树帐中，徐喷以烟，使之冲烟飞鸣，作青云白鹤冠，果如鹤立云端，谓之怡然称快。哦，小信，你的名字听起来好猛哦！团之主 ，Go！我们来换那个好了，我们来换瓢虫女好了，好不好？红点瓢虫女。哎，这个东西是有需要技巧50以上，这有分是不是？与母虫契合度。他有两张牌，需要技巧20以上，需要技巧80以上。圈圈三圈圈圈圈圈圈三三三三三圈圈什么意思啊？攻击随着与母虫的默契度变化，看不太懂哎。我要用巨人回旋摔。你说什么台湾传说？不是，是那个蓝色蜘蛛网。我才没有偷查哦。我还可以继续背下去，你知道吗？一日见二虫到草间，观之性正浓。好，够了。哎，这个不是我原本那张牌吗？只是它是日本最小的蚕。哇，他的八头，他的那个好强哦，猛烈狂打哎，他的石头好强哦，我们要小心一点啊。好，我们的小雪，我靠，小雪屌虐他，打吉米。哦。哦 ，Brian Ye 辉哥背诗让我有丝丝的感动，太猛啦！以后大家一定要常来哦。我靠，我好像会输哎，他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怎么又剪刀啊？哦哦哦！我出石头了，被虐！我靠！来来来来，逆转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了。Well...
昆虫カードを選んでね。次は打撃技を覚えさ、次はハサミ技を覚えさ、次は投げ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これでいいかい？次は投げ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これでいいかい？さあ始めるぞ。よっしゃ、始めんで。爪痕保守戦闘。君に負ける気しないよ。メスキングの名をかけた熱い戦いが始まるよ。勝つのはどっちだ。はじめ、負けないよ。やった、まだまだ攻めんで。いくぞ。巨人回旋摔。其实还是看不太懂哎，巨人回旋摔。有，我有注意到惊叹号，问题是他那个惊叹号的意思是。因为像商场啊，商场在玩的时候，他也是有金汤号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他金汤号放在石头上面，他又不是出石头。这个嘛，硬要说的话，就是当你使出特定卡片的时候，会完全被看穿啦、啊。你使出必杀预告效果的时候，你选择卡片会特别快。啊，所以是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他如果说要出石头的话，他就会很快的就下决定，应该是这样才对。那如果说他没有，是要马上点。所以商场是一定输吧？商场有稳赢吗？三场他没有那个啊，他没有这个东西、啊，他每一个都有出啊，那只有这一场才是金汤号全部都出石头。そうだね。いや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必杀预告，绝招卡片，哇，好猛哦！嗯。还没消失就要点了，哦哦哦哦哦哦，了解，原来如此，所以我一直按圈圈就好了嘛。如果说照这样看的话，我先回去了，出去，都冲。